今天要讲事业，第28章。事业这很没啊，事业找不到工作的事情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么不能消费，对个人来说很痛苦，所以 misery 怎么翻译呢？Misery 怎么翻译？可怜吧，可怜不是？韩国翻译是경제고통지수，经济痛苦指数嘛，经济痛苦是什么？首先，失业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 率，失业率越高，人们感觉到的痛苦高，还有通货膨胀率高，那么人们感觉物价上涨。消费减少，都是导致失业，还有通货膨胀，都是让人们感觉痛苦，所以这叫 misery index。所以人们希望避免失业，不过一般来说，这个。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就不能避免，所以这28章的呢主要内容是，首先失业率的衡量，还有自然失业率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总是存在失业，还有劳动者工会，那个在中国工会是普遍的现象。韩国大部分的企业有工会，还有经常每年春天，抗议，被那企业家抗议，要提高我们的工资，这样活动，这是什么情况？没问题。他那个机器抗议，对我抗议。还有最低工资对失业率有什么影响？还有效率工资和效率工资什么意思？还有跟失业有什么关系？对，首先看看那个失业率的衡量，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所以衡量失业率的标准也不同。这是中国失业统计矿证，就是那个北京大学的陆凤教授整理的。首先，经济活动人口或者劳动力，在客观学的是劳动力。原来一个国家的人口，整个国家的人口这样的话，比如说韩国人大概5000万。左右，不过这个婴儿嘛，对，不能参加劳动嘛，所以可以参加劳动人口是生命人口、成年人口。生命人口标准，中国呢是16岁以上。还有美国也是16岁，不过韩国、日本是15岁以上。
如果包括下岗的人口的话，啊，真正的那个失业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左右，这是那个九十年代末的情况，现在慢慢下降了。不过如果有很大的那个经济冲击或者。
结构调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没有大量的人下岗。这是韩国的情况。韩国调查的时候呢，大概对三万左右的家庭调查，还有每个月15号，现在15岁以上的，不过呢，不包括军人或者多多少少的在监狱的人，不包括，还有外国人。还有美国呢，大概6万个家庭调查。就业者、求职者的概念，在韩国的标准是这样：为了得到我们收入，调查的一个星期当中。工作时间只有1个小时，可以说就业的，这有点奇怪嘛。一个星期只有1个小时工作的话，你可以说需要不了，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不过咱们的那客观说的什么就业的，这没有具体的标准，美国的情况，就业的，201页，第四个屏幕有美国的标准就业者，跟韩国不太一样，这个标准我不太了解，反正这是韩国的。还有，如果在家。为了他自己的家工作没有得到那报酬，也是那个就业者。还有那失业者，这看看失业者有3个条件，一个是这四个星期之间没有收入的那工作，所以就找不到工作，第一个。第二个，他努力估计活动，努力寻找工作，还有他有能力工作的能力，3个，他有能力，他有努力寻找，不过找不到工作，这是失业者的概念。还有非劳动力，主要是家庭主妇、学生，还有不能工作的老人，新兴产业，残疾人，还有자발적으로자선사업이나종교단체에관여하는。자발적으로자선他有能力，不过他不要工作，有可能得到的收入是他的丈夫给他或者这样的叫非劳动力，非经济活动力。所以失业率刚才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力英文是这个 labor force， 所以可以减息了。还有求职者 employment， 还有失业者 unemployment， 这样。
这样的话，事业力首先，经济活动，对的，劳动力成功，劳动力成功率是父母是，对吧？所有成年人口，它的分子是，对，黄色的这个群体。所以，首先，劳动力成功率是这成年人口当中真正的参加工作的是那个经济活动，所以所有这个经济活动，首先这个经济活动参加率，然后呢失业率是分母是这 L。劳动力成功率或者叫经济活动率，所以一般来说失业率 small u 等于分母是经济活动人口或者那个劳动力，分子呢 unemployment 失业率，失业率的分母是这黄色的这人口群体，还有分子是这红色的分布，这是失业率的概念。那么这是美国的情况，劳动力成功率或者经济活动成功率，在这分母是多少？1.3，分母是1.3，分子呢？分子1.5300。分母多少？1.5300。还有分子3300。下面。韩国呢？韩国经济活动成长率，韩国的人口少，所以4100万人。上面经济活动人口1500万人，还有失业率分母是1500万人左右，还有分子呢85万人，大概这样，这简单吧。这是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那个人口，有四个啊，三这个什么啊，基本也是。首先那个白人、黑人，还有男性、女性，嗯。那么失业率最高的是那个黑人男性，还有最失业率最小的是那个白人女性。不过白人女性的那个成功率比较低，还有白人男性的他们的那成功率高，还有这是那个20岁以上，这是现在16岁到19岁，他们的那失业率都是比较高，是这么高，接近南上。他们的那成功率比较低，为什么？那还是那学生多吧？啊，韩国的情况，韩国19岁以下的成功率特别小。男性的话，主要是那个学生，还有学生比较多嘛。军人不包括这人口统计当中，军人已经给排除，排除了。还有黑色，他们的失业率比较高。韩国女性的那个成功率很低，这成人也是比较低。中国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不过肯定比韩国高，对吗？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朋友们经常问我，他们看那个韩剧的时候，韩剧里面的那韩国的那女性都是那个在家专业的家庭主妇，经常跟她的丈夫打仗吵架，所以啊，中国朋友经常问我，现在也是那个韩国的那女性还是都是那个，虽然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再在做家务嘛，但问我比较多，不过现在年轻人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以前大概80年代那个时候，有工作的那个女性，如果要结婚的话，她应该辞职，不允许在工作。那是韩国社会的那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人们的概念和思想是，女性应该在家，什么帮助丈夫，还有照顾孩子这样的呢？哎，这个看过没有？那个电视剧哪一种？没看了吧？也就有，没有，没有，嗯，对，现在人们的那个思想都改变，这是美国的失业率的情况。这是长期来看，大概6%左右的失业率。不过每个时期那波动比较大。80年代初，他们的那个失业率比较高，10%左右。这是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商业周期的那个原因。还有韩国呢，韩国以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不过这什么时候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失业率高了，然后再下降，现在 3.5% 左右，就是因为韩国也是那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不担心找工作，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肯定找工作。 不太难，不过现在的学生们，他们担心那个工作岗位越来越减少。中国怎么样？中国也是差不多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慢慢下降，那么这个。 中国也是有点困难的，这是美国的生育率，我们就来动，生育性别，男性女性的那个成功率的情况，啊，那女性肯定是那成功率越高，为什么？经济当中女性的那地位越来越提高嘛，所以他们。 不提高吗？没有，他们的成功率肯定高。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教育期间越来越长，还有他们的那个劳动素质越来越高？这个肯定。为什么男性下降？男性的成功率为什么下降？ 那个有三个原因解释的是，教育期间越来越长，还有退休比较早一点。 第三个有意思，这女性成功率提高，那么那个男性他们在家做那个家务，还有照顾孩子，这样为什么他的爱人的工资更高？他的爱人。 有能力，工资高的话，他放弃工作，在家。韩国的情况，韩国也是，女性的那成功率还是有点低。刚才中国，美国呢，大概 60% 韩国呢还不到。 50%，反正越来越高了。男性慢慢下降，不过这是美国的情况，这是韩国的情况，这可以说呢，教育期间越来越长，这可以说呢，不过其他退休不太清楚。反正韩国男性的成功率比女性。 刚才那个什么说明的是，说明是失业率有关的那统计，不过有一些部分要了解，204，19个屏幕。所以刚才说那个相似信心，我们
们叫那当是的不叫他努力寻找工作，不过一次申请二次申请一百次申请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失望也丧失信心，这样我们叫那当是的不叫。那这样的话他放弃找工作，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群体？非劳动力。我们那么他如果进入这样的群体的话，非劳动力的话，在失业率等的统计当中他不被包括，他排除，能理解吗？原来失业率是什么？失业率是劳动力，是父母，还有找不到工作，失业者是那失业率的概念。不过他什么丧失信心的话，从这把过来了，他不再是黑了，他呢？所以他여기서빠져나가고예수여기서도빠져나가还有下面的那个二十个屏幕，请宋佳玉同学注意一下。所以啊，失业率这是完美的那个指标，不过还是啊要需要的。所以我们看那个通那个失业率统计的时候，那背后的问题也啊要了解。那下面是경기적실업과자연실업률。啊，整体来看，那个失业这个情况可以分大体来看分两个，一个是自然失业率。刚才美国的情况我们看的时候，它的长期的失业率大概多少？大概6%左右的那个。长期的失业率，这个可以说자연실업률，自然失业率。还有경기적실업，자연률을벗어난상태，周期性失业，这是可以说有那个商业周期有关。如果经济不好，这样的话。这样失业率都这么高，还有经济好的话失业率降低，这样的波动是从自然失业率的那倍率做到，就是台湾系统的还有这是叫平均的是的。在客观这是呢失业率，还有这是周期性失业，没有失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反正长期来看所有的那个生产要素投入还有全部就业的情况可以叫자연실업률，그렇지만이자연실업률이0으로되지는않아，不能降低到零。为什么？有部分有一些原因不能降低到零，有什么原因？都是那个自然失业率有关的事情，所以自然失业率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마찰적실업，一个是结构性失业，구조적실업，国家性失业。
他们的那个嗜好或者他们的职能都不一样，所以寻找工作的时候，一个工人要找到的工作是对自己的能力最合适的工作，还有尽量收入高的工作嘛，所以要找到对自己的合适的工作的时候。 需要有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发生的是马查尔的事，所以这找工作的呢期间比较短，不过就够性，这够性事业呢，劳动시장에서제공되는 일자리수가 직장을 찾고 있는 노동자들의 수에 비해 적어서 발생하는 시라. 特别难. 这中文的翻译我不太了解，不好意思，我的中文水平还差嘛。这个是以为嘛，以为嘛，以为。 不就以为啊，那不就以为，不就以为，嗯，那可能要，这意思知道吧？啊，那个有某些原因，那个劳动市场不能提供。 给所有的那个找到的那工作，充分的就业，充分的那工作，这样的那情况是，结构性，所以这个期间比较长，那个失业的期间比较长，这是有点问题。那么下面是。 那摩擦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寻找工作，寻找工作是 근로자들이 자신의 취향과 기술에 맞는 적절한 직업을 찾는 过程，导致青少年嘛，就是年轻人找工作的期间比较长，还有年轻人的失业率比较高。不过。 我还是比结构型事业，他们找工作的期间比较短。还有部门管理等，什么部门转移，部门管理等，这什么意思？如以前韩国那个开车的那司机是专门的那职业，专门的那工作。以前韩国，中国也是。 不过现在所有的人可能开车，那么他们下岗了，他们没有工作，那么怎么办？他自己培训其他方面的其他部门，现在什么部门的那工作比较受欢迎？去什么？ 部门还是 IT 方面的那个什么工作比较多嘛？那么开车的那个司机自己培训或者学习 IT 的什么 programming 或者等等，还有去那个部门。还有以前有一些女人的那个什么杂志，也是那个专门的工作。 不过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
所以他们的那工作没有那么他们怎么办如果那家庭主妇忙或者他自己培训还是去别的工作这位这个可以说呢寻找工作有关的或者我家庭事业有关的所以那公共政策政府的政策是能不能雇佣促进的啊这个不能谈还是政府运营有专门机构帮助找工作的人或者找工人的企业那什么中介这样提供中介服务这样的话有找工作的期间可以你管还有公共职业培训项目政府提供刚才说的那个司机或者打击的人培训那么这是公共政策还有关键的公共政策是失业保险韩国呢就叫雇佣保险中国有吗中国失业保险如果那个有失业的话国家用这个失业保险给补助他的收入 근로자들이 실직할 경우 소득의 일부를 보충해주는 정책으로 석고의 보장 所以这失业保险可以减少你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有他用这个收入一段时间大概6个月或者一年他没有工作不过国家补贴他一部分的收入这样的话可以安心吧安心自己培训或者其他的活动可以提高生产力不过一个副作用是极其努力的求哈他有收入嘛所以不太努力找工作韩国那个失业保险我这里那辞职的时候大概七个月能得到这个失业保险每天三万吗每天三万可以吗七个月的话110天左右好情况下面是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刚才那什么劳动量与工作量与需求量所以这关键是初级人工既定的工资情况下劳动供给量大于劳动需求量八成那结构性失业还有平均失业期间长的原因主要是由结构性失业还有在课本的解释结构性失业的理由原因是三个一个是最低工资法第二个工会
第三个效率工资。不过反正这三个情况都是那个工资的水平比军人工资高，这样的情况发生。下面看，结构性失业发生大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原来在市场自由那个什么劳动需求主要是谁呀、啊、劳动那个生产要素需求者是企业，他们是那需求去现实。还有供给呢，家庭或者劳动者他们的那供给，他们两个在劳动市场交易的时候原来均衡水平是这危机 equilibrium。 不过刚才说的那个三个原因导致这样的呢比较高的工资，比如说最低工资法不能允许在那个下面，只是最低工资是在这。原来没有管制，没有这样的管制的话，在劳动市场形成的均衡工资是这样水平。不过最低工资法让这样比较高的工资，这样的话那个这是劳动的那个供给，劳动供给，这是劳动力的需求，这中间这是过剩了，劳动的过剩可以叫失业。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刚才说的那个最低工资，还有工会，还有效率工资这三个的导致的情况。首先最低工资确定임금은均衡工资를초과하여구조적실업을발생。不过这是主要是那个低技能或者缺乏经验的劳动者，比较年轻的没有技能或者没有经验的比较简单的工作有关的事情，所以不能说明所有结构性失业的情况。美国的情况那最低工资上升10%，这样的话年轻人他们的那个雇佣下降到1%-3%，这是对年轻的工人的十代青少年他们有关的情况。第二个原因是工会是进行谈判，什么工资啊或者劳动条件有关，跟企业者进行谈判，经营者跟他们进行谈判。所以在韩国每年春天的时候，很多企业现代自动车或者现代重工业或者其他比较大企业，他们的工会他们的势力特别大。还有如果他们一天不工作两天不工作，这样的话那企业的亏损特别大，所以没办法听他们的主张，提高工资，还有补贴呀、或者什么其他条件提高。
所以美国的情况的话，参加工会的员工，他们的工资高，那百分之十到二十。我很想知道中国的情况，中国肯定有工会，肯定有工会，不过在什么电视上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活动。 肯定有是有，不过媒体不能报道，是吗？是不是这样？不太清楚。不过以前韩国的情况也很惨，你们看了没有？在东大门那边有一个小巷，小巷吗？小巷。 他是1972年吗？1972年，他自己啊，我持有给自己的呢，知道，还有点火，焚心自杀，焚心自杀叫怎么说呢？他抗议，那个时候你知道了吗？那个时候。 韩国的那劳动者的待遇特别惨，工资特别低，所以他要组织一个团体，要抗议，对企业者或者对政府，如果那些压低嘛，那企业或者政府压低劳动者，所以他就这样，他就抗议，他自己。 啊，受到过，粉身杀杀的时候，这是1972年左右的事情。从这个事情，社会所有国民韩国人感觉应该提高劳动者的那个待遇这样的那个概念，慢慢扩展，还有。 慢慢形成有工会，还有这样的那个劳动者的待遇慢慢提高，所以我感觉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什么不满意，对他们自己的那待遇不满意的劳动者肯定多，还有如果他们自觉他们自己的那利益。 团体的话，中国政府来看有点控制有点难嘛。不过反正肯定发生的事情。还有工会有关的一个是内部价、外部价问题，那什么在客观的局内的还有局外的局内的局外的什么？ 接生，谁来读一下？那个206页的31屏幕，啊，刚亮同学，请读一下。206、31，谢谢。还有接下来下面我就有点批判。 批评和支持，那个32页，这是那个工会有关的内容，还有下面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和国家生产总值匹敌，企业自愿的支付比较高的那工资，它是那什么企业的。 目标是什么？得到利润。不过，他主动提高那个工资的话，他的利润减少，那么他为什么这样？看到吗？不是，肯定有好处。我的。
发言有点太过分吗？啊，这叫呢，孝利人公子。那个在韩国的情况的话，那个现代呀或者起亚呀，啊，什么 LG， 他们都是有工会。 不过只有一个大企业，他们没有工会，谁？三星企业，他们没有。最近啊，去年组成一个小群体的工会，不过之前，三星几乎没有工会，为什么？他们的工资比其他的企业比较高。 待遇比较好，所以那个员工他们感觉我们不需要工会这样的公司。现在有，不过之前有可能前年、去年，不过之前没有。所以三星用这个效率工资这样的方法。 没有那工会的，效率工资的效果。首先，那个工资多，那么呢，员工的健康、营养好，还有健康提高的话，他们的生产力也是提高，还有工人流动率减少，减少流动率。 他满意对他的那个企业满意这样的话，流动率减少，还有增加工人的努力程度。如果他失去他的那岗位的话，他的那机会成本比较高嘛，去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比较高的那工资，所以还有。 能提高工人的那素质，这样是那个效率工资的那效果。所以以前亨利福德给他的那企业的员工比较高的突破，他叫什么反应？ 这有吗？这是那个效率工资，效，可能。